for New Zealand, the capital city of New Zealand. 对游客啊，在围墙上的第二层呢，墙上的后方有一个大的玻璃门，墙上的前方呢有两个小的玻璃门，这两个门呢是可以出去照相的，而且在我们第三层呢，这个第三层呢是在墙上的第二层的这个大的玻璃门的后面出去，大家上下楼梯的时候请抓好扶手。 而且呢，请尽量的不要站在楼梯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北淡机桥呢，将两个区域分隔开来，在北淡机桥右手边呢是市中心，北淡机桥左手边，由船运前方这一块是南部士顿。南部士顿曾经是皮革的加工业区，现在是现代港区。林子酒店办公楼最常中心，还有正在旧旧市中的萨基码头。过去这里污染非常的严重，但是现在已经是面目新了。 岸边我们看到的这岩石挡土墙告诉我们，这里是人造土地。南部士顿房地产的土地都是人造的。在右前方1.8的位置，岸边这栋玻璃立方体的建筑是当代历史遗迹中心，它是建于2006年。这里每年都存在几项文化艺术展品。 This area is the business site of South Boston. It's the Innovation District. It's a very young area of Boston. And to give you just a little idea how young it is, coming up on the right, you'll see the little four-story building with the overhanging duct. That is the IC.